今天来给鼠子们简单的做一个羊奶蛋羹补补身子吧。先来三小勺宠物羊奶粉，用水沏开，然后使劲的搅和搅和搅和。蛋羹嘛，肯定少不了蛋，拿出一个笨鸡蛋，只要蛋清就可以了，蛋黄留给小猫咪吃吧。鼠子们好长时间没有吃了，应该馋坏了吧。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，用牙签再来扎几个小洞洞，就可以上锅蒸了，熟得很快，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蒸蛋的时间咱们先来摆个盘吧。哎，我这是翻车了吗？蛋羹应该不是光滑水嫩的吗？我这个怎么是这样子的？反正都做了，不要在乎细节嘛，凑合凑合吃吧。趁这个热乎劲儿，给咱们的小妖精来烫两条小虫子吃。看这条小虫子肯定是不想让吃掉吧。再给鼠子们来点宠物专用的蔬菜碎，一鼠子一勺应该差不多吧。最后再来点鸭肉蓉，好吃又不上火，少量一点就可以了，这一罐能吃好长时间的。鼠子们还等啥，恰饭呗。看着营养荤素搭配，肯定没得挑，一定要吃光光哦。